大家好，我是 EcoTalks 的讲者林宝仪。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反差人生，包括一个人的成长。我从一份工作跳到另外一份工作，到底反差对我来讲是好了还是坏呢？我对每一份工作、每一件事情都有我自己的想法。在工作上面，我创了一个记录，是连续28天，每一天休息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，包括洗澡。从我18岁出来工作之后，我一直都是自己选择我的工作。为什么18岁去工作？因为当时我家贫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机会。其他同学都会去美国、去加拿大去念书，但是我没有了，我就18岁我就出去到外面去工作。我第一份工作我还记得，是在一家美国的唱片公司当一个助理。工作很简单，就帮老板买咖啡啊，去邮局寄寄信，送送文件。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我是唱片公司一个歌手的鼓手。所以我每一天干完我自己要需要干的工作之后呢，我就要跟其他乐队的成员去练习打鼓。当时我觉得很简单，架子鼓蹦吧蹦蹦吧蹦吧蹦蹦吧，很简单。到我们要练习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出了问题，我的技巧，我架子鼓的技巧真的很有问题。然后我就把我晚上休息的时间，我就默默去练习我的架子鼓，1个月2个月半年之后呢，我再跟他们排练。在排练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自己是有进步的。到最后有机会在台上面表演的时候，哎，我成功了，我已经因为我自己的努力达到那个演出的水平。 OK， 1990年我在工作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我要当一个歌手。我个性很强，然后唱片里面的歌都是由我自己来选，包括曲，包括作词的内容是什么。唱片公司给我的自由也很大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哎，其实宝仪是想做一张有个人风格的唱片。1年多的时间吧，把10首歌都弄出来了。1个月之内，在每一个电台播放率很高。3个月之后呢，是全香港一个年度的歌曲的颁奖典礼，很兴奋，因为哎，我的歌流行榜冠军，然后我的公司的同事都来，哎，宝仪 ，OK， 这个没问题的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努力加油啊，有可能去领奖的，因为我当天晚上真的很兴奋，然后我做了一晚上，我没有上台，我没有得奖，那种感觉是很失落。有点不甘心，很多朋友都喜欢我的歌，为什么我不能够去领奖了？但没办法，自己的决定，自己做的事情，自己去承担，失败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当时候的我很年轻嘛，不知道失败是什么。过了半年之后呢，我开始弄我自己第二张唱片。之前一张唱片公司的人没有说什么的，到第二张唱片呢，他们就要求我唱一些我不太愿意唱的歌，其实有矛盾的，因为我想唱的是我自己的喜爱的歌曲，但是他们想我唱的是一些流行的、一些卖钱的歌。我下了个决定，我不唱歌了，算了吧，我再不出唱片了，我要当演员，拍拍广告啊，走走红毯啊，生活是多姿多彩的，很风光的那种。我有机会到香港的 TVB， 有机会去试镜，导演给了我一场戏，很简单，但是要背台词的，背，我看了几遍之后 OK 了，没问题，记住了。导演说来来来，到你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演到中间，我把所有我之前背下来的台词都没了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我就跟着剧情去说话吧，即兴表演吧， OK，完了，过关了。过完之后呢，我跑到后台，我感觉很生气。我不是生其他人的气，我是生自己的气。那为什么很简单的台词你
你都记不住怎么当演员，感觉又一次失败。天黑了回家吧，吃饭吧，算了吧，不要当演员了。我当天晚上是这样想的。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吧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电视台的导演打给我的。他说，林宝仪，我们有一部20集的电视剧想找你当男一号。哇哇，是真的是假的啊？应该是真的吧。 OK，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当演员了。第一天上班6点钟起床，7点钟要开拍，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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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大概是下午3-4点钟吧，我就要进到那个清水湾的那个电视城里面再继续，一直到大概是凌晨2点到3点才完成一天的工作。那个时候的剧本，因为我是男一号，是每一场戏都有我。你是男一号嘛，你就要吃苦啊。差不多拍了28天吧，那个记录是我28天每一天工作22个小时。拍完之后呢，我觉得哇，这当演员真的不是表面那么风光，那么多姿多彩的。一部电视剧叫《战争实录》，我跟我的搭档陈慧珊要拍一场戏，一个汽车爆炸的戏。OK， 什么时候会爆啊？我跟陈慧珊先看看汽车，哎，发现哎里面有炸弹，我们要跑到安全区，他才按那个爆炸的。OK， 到正式的时候呢，摆好了，然后红灯亮了，他们都跑了，所有的摄影师都跑了，连导演在前面 ，Action， 又跑掉了。哇，那个时候真的好可怕，好恐怖啊！我还要安慰那个陈慧珊 ，OK， 没事的，没事的 ，OK， 来来，我数1、2、3就开始了，1、2、3开始，一看，哇，走啊，有炸弹，一走，没到安全区，我就感觉嘣嘣，后面很巨响，然后一股热气就在我那个后头，当时候来不及反应。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因为我们要跑到安全区，安全区前面还有一个 camera， 要拍我们两个的大头的反应，对，还要演戏，没来得及反应后面的爆炸有没有炸到屁股，没有。所以当演员其实有苦，也有乐，但是乐不多的，乐就是拍完之后呢，播出之后呢受欢迎，他们都觉得哎呀哇，见证实录很好看了，我现在还在看了，这个其实挺开心的。 OK 了，反差人生对每一个人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面都有不同的影响。就像我在这个沙漠24小时，我看到的真的太厉害了，能够把沙漠变成绿洲。我们人生是要面对很多很多困难的，那有一个困难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是很破旧的，洗澡的地方也是，重点是很多蟑螂，会飞的蟑螂。有一天我洗澡的时候真的看到有一只蟑螂飞到我身上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。我从当天起，我花了10多20年的时间，我去克服这个障碍，对我来讲是障碍。好，现在我不怕蟑螂了。还有另外，曾经接过一部戏，当时候要扮演一个潜水员，第一天拍，教练就带着我到了海底，哇，我感觉很不舒服，很没有信心，我怕我今天就要淹死在海底。OK， 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，这2个月我每个星期6、星期天我都去学潜水，每一天潜3遍。2个月之后呢，我把那个潜水员的证书考回来，所以以后我再拍海底的戏我都没问题，我很有信心，因为我已经有潜水员的证书。 OK，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一生一小小的片段，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热爱生命，热爱家人，孝顺父母。 OK，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， Be happy， 谢谢。